总结一下大家没输赢。有，其实我还差一分。这个也是不是输了，因为是输了乒乓球。因为其实打乒乓球嘛，那我每天都看马龙打球，所以呢我就模仿他开球。可是啊，我们有三族人嘛，就是我现在输了，也不代表我真的会输，我还有根据他们的那个成绩，我们回去看看。OK， 回去看看吧。Yeah， 晚上还有吃饭呢。Yeah， 我跟华哥都搞定了。你的意思是把华哥搞定，还是自己搞定了？我输了，因为跟他打乒乓球，我才赢。小春会赢吧？小春哥可能会说的，他嘴巴很甜哦。嘴巴甜，对。那小峰跟小峰会赢。小峰赢，对。小峰也反应很快。对对，说话很厉害。哦，我运气好，我打乒乓球赢他，就我把所有的都送给他。还好我看马龙打球看得多，模仿他开球。